等我吗？等我出现吗？就像命运被击中一下，奇怪之前的你都在干嘛？奇怪所有理智倒下，喜欢我吗？不敢承认吗？就像承认后你就认输了，逞强背后都有脆弱的理由，也是我主动的借口。幸福是靠自己追的，时间是自己放纵的，身份在手中被牵着，也许有天它就断了。梦是随时更新的，雨会冲动的掉落，心动是意外的结果。不好好休息骑什么自行车啊？周医生，我呢因为现在在做康复练习，可是很久没有骑车了，有一点点不稳，能扶我一下吗？啊，周医生，我们去那边吧。我，哎呦，清纯派不行，那我就走优雅风。哦，亲爱的。等顾里先生搬来我们这儿做邻居，你一定要去拜访他。胸口还痛吗？我不去，你省省吧。但你要为我们的女儿考虑啊，无论嫁给谁，今后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威廉氏和卢卡斯夫人听了这番话，便决定登门拜访。下一桌。他们也不能，他的。接着念呢。翻一下。